昌的插画被你装潢，很难想象这家店已经开了第十五年。用那个灯泡，我想说我之前要换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换一系列淡水的景色。戴着眼镜、长相斯文的卢先生，应用了学习毕业，原本在外商公司上班，看着母亲离开，老店无人承接，决定辞职接班。对啊，我觉得妈妈今晚老出来，每次整理啊，他都给我搞得像这样。那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要准备的。卢先生的太太，一个学美术，一位是钢琴老师。店里播放的音乐也是卢太太亲自弹奏。第二代选择接手近五十年老字号招牌，趁着五月份疫情期间，找朋友重新设计，进行翻修。只是在淡水，其实外滩的店家并不少。卢先生在大学期间就跟爸爸商量，要把开店开时注册商标。过来一点好了。阿給整个都开了，在十年前业者已经注册，其他店家可以用淡水鱼丸当名称，但老店是他们的商标。毕竟在老街，业者很容易以老店著称，就算是因为你们的名字，也没有做出过多的改变。所以我说他，所以他，我也会说出话。